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小马视频，我是小马。今天咱们再打一场 NBA。今天呢，咱们主场使用雷霆对阵来访的活塞，咱们马上进入。2KTV， 库里又在这嘚瑟啊。好像是网络的问题，咱们就开始吧。2KTV 咱们先不看喽。2KTV 应该是连美国的服务器，所以呢经常是速度很慢啊。好，咱们马上进入比赛。欧克兰河马，威少打得不错啊，打得确实不错。好，咱们马上准备开始啊。雷霆对活塞，庄神啊，萨博尼斯。雷霆跳球应该是亚当斯，水平也不弱。这边是庄神啊，德拉蒙德。好，咱们试试啊。哎，我怎么最近跳球老跳不到呢？维斯。维斯人称忍者神龟嘛，因为长得像忍者神龟，所以就称一匹。好的，维斯篮板。奥拉迪波打不进去。怎么大家都在那站着？好的，一个 field goal。 是谁？怎么没看清？萨博尼斯吗？史密斯。维斯，哇，居然被他突破。亚当斯，亚当斯这个球防的还算可以啊，不过对方还是打进。罗伯森，维斯三分，没有了。维斯更擅长的是突破啊，他不是特别擅长三分。不好，庄神，还是庄神。我天，自己投自己抢，自己再投自己再抢，太能耐了。二加一，萨博尼斯，不错啊。看萨博尼斯的罚球怎么样啊？还好，哇，没罚进，也不叫还好啊。他的这个进度条走的比较慢。萨博尼斯注意篮板，好的。奥拉迪波庄神防守没守住。德拉蒙德，德拉蒙德也是个扣将。维斯，哇哦，被人灌篮啊。奥拉迪波直接一个三分没进。哇哦，奥拉迪波其实是可以投三分啊。庄神直接上篮。亚当斯你在干什么？呼叫挡拆。亚当斯挡拆。21号射篮，
进去半个出来一个。注意防守，哈里斯，维斯失位，庄神，好的，亚当斯篮板啊，罗伯森给维斯 field goal， 萨摩尼斯篮板再打，好的，两分。这个球出手的时间点其实不是很好啊。萨博尼斯，哦，奥拉迪波，哇哦，最怕这种三分了啊！强投三分。底线三分，怎么样？罗伯森没进。嗯，投个三分就这么难。奥拉迪波，维斯三分也是没有，如此的 wide open 居然打不进啊。庄神，维斯偷球没偷到，再投一个，还是没偷到。哈里斯，哇哦，没时间了，这怎么玩？哇，咱们一上来落后啊！好，咱们马上进入第二节。一上来落后不行啊！亚当斯，谈作为最小的孩子长大，最小的孩子肯定受宠啊。哦，咱们再来啊。And off we go, a close game now starting the second quarter. And guys, what's your take on the Pistons so far? 坎特，两分打进，咱们还落后一分。Love the unselfish basketball, beautiful thing to watch. It's how the game is supposed to be played. On the court for the Pistons, Aaron Baines out there with John Lewis. 好的，哎，没有偷到。哇，强打啊！坎特篮板。Now let's go to the sideline and catch up with our Hall of Famer David Aldridge. Well, guys, the Pistons raised a few eyebrows when they took. 格兰特，好的，三分。Athlete, but some thought there were better basketball prospects available. Stan Van Gundy says, "What you've got to bank on is a player's work ethic and commitment to being great." 看咱替补阵容打得怎么样啊 ？He is a great, great competitor. Kevin, he's built like a tank. TA, thanks. Thank you very much. 居然上篮，巴恩斯。It's rebounded by Oklahoma City, fresh from a win against the Nuggets.哇，这个球传的，这个球传的太烂。好的，一个大帽，格兰特，注意再大帽，漂亮，两个大帽。哇，格兰特这个球，格兰特看来不适合投三分啊。约翰森，哇，强投三分没有了，还在强投。格兰特，进来，哇，出界。我去，哎，这个球跑的有点太快了啊！嗯，我觉得跑到底线的时候就不要再按加速了，跑到游击区就不应该再按加速了，否则容易出界啊。Detroit making a switch here. Harris is checked in. 该死的挡拆。He's covered by Grant to stop the drought.The rebound by Grant. 格兰特。Shots like that drive coaches batty. I'll be shocked if he attempts that shot again. And Cantor, wide open. 好的。
三分。坎特居然打进三分啊！克里斯，哇哇哇哇哇！篮下防守不好啊！雷霆的主力都干什么去了？这么半天一直替补在打，这不就进来了吗？好的，两分打进。是不是教练觉得行了，不用上主力了？不应该啊，咱没领先几分啊。defense 不好，他有墙头，哇哦，他一个挡拆，结果出了空档啊。坎特居然没打进。巴恩斯怎么偷球这么难偷呢？再偷一个，偷不到，再偷一个，他没时间了。强投三分，我去，这球能投进，哇，打得太差了，18平。哎，雷霆为什么一直都是替补在打呢？主力干什么去了？连奥拉蒂波都不上、啊、咱们马上进入下半场，投篮命中率50-36，活塞的命中率还不高啊，居然打平、啊、好，咱们马上进入第三节。我感觉第二节后半段打的真的不是很好啊，有点太急，这个咱跳过算了。哎，怎么跳不过呢？我非得看，哎，跳不过去啊，跳过来了。哦，得让他扣完，咱们才能跳啊。奥拉迪波，哇，终于上主力了。呼叫挡拆。传，再传，亚当斯打进。哎，主力就是主力啊，跟替补确实水平不一样。Excellent point, but have the rules even enhanced it more that players can show more of their skills now? Yeah, there's no question about it that the league has tended to go towards being able to allow guys freedom of movement, off-ball movement. The flow of the game is much. 不要轻视每一个对手啊！呼叫挡拆。Westbrook and Oladipo, the athletic backcourt. 直打篮下，哇，居然没进亚当斯。维斯干拔，好的。维斯这个三分很重要啊。该死的挡拆，哈哈哈，他在这挡拆。我看怎么办。干投啊，我天哪，还好维斯这个防得不错啊，让对方既不能传也没法投。每个球咱要都这么防的话，这个篮球就变得简单了、啊、奥拉迪波，维斯底线三分，有了。罗伯森，维斯接着防他，注意保护篮板，要三分，不好，我跳早了。注意保护篮板，哇，不好，庄神抢到。亚当斯协防，好的。萨博尼斯找奥拉迪波，奥拉迪波
一个底线三分，居然没打进。好的，奥拉迪波抢到，给亚当斯，给维斯，呼叫挡拆，亚当斯负责挡拆，维斯往里突，单打没进。Pistons trail by six. Smith outside. Caldwell Pope outside. Nice ball movement by Detroit. 哇，被他突进来。好的，亚当斯大帽。罗伯森单打。球直接传给了庄神。好的，奥拉迪波传维斯，稳住，呼叫挡拆，亚当斯过来传，亚当斯单打，没有了。哈里斯，哇哦，这个球没有防住啊。咱们投个三分啊。哇哦，维斯看来还是不是擅长投三分啊。好，咱们准备进入第四节。Right now, you gotta do it all now. Thanks for joining us again as we get set for the fourth quarter. A terrific game. State Farm.Pistons trail by four. And on the floor. 哇，一上来上替补啊。We've got Marcus Morris. Andre Drummond is out there. 好的，替补也不错。And it's Udrich in at the point. And Kristen kicks to Cantor. 坎特打进，漂亮。坎特，我觉得还是信得过啊，在内线里面。格兰特。把他压住，好的。庄神保护篮板，好的。格兰特哇，这个球居然被他断掉。哇哦 ，wide open， 不过还好啊，两分。Kristen, the pass to Abrines. Here's Kristen, the three. The pass to Abrines fires the three. 咱进一个 three 多好，就是不进。哇，坎特，关键时刻还得看坎特啊。完美出手，好的。威斯上了，奥拉迪波也上了。这个时候他不可能不上嘛，咱们领先的并不是很多，才领先六分。威斯，咱们偷一个。我天哪，该死的挡拆！哇，居然打进，还差四分。维斯突破，自己来，二加一，哈哈。再发球啊，维斯，哇，略早，还好打进，哇，有点紧张啊，毕竟咱们领先的不多啊。认真防守，贴住他，贴住他，又是这个钢丝啊！还好不是挡拆啊！
我最烦的就是挡拆。注意保护篮板，好的，格兰特，奥拉迪波 ，field goal， 打进。好的，哎，怎么吹？活塞的球，出界啊！长得确实像忍者神龟。哎，对方上两个小个。罗伯森，这个时间点不应该换下主力啊！直接打三分，居然打进。电脑在找平衡。呼叫挡拆。萨博尼斯给维斯单打，没投进。Wide open 居然没投进啊！庄神挡拆。好的，活塞的球，坎特把球挡了出去。维斯还在场上，这个时间点不应该换维斯啊。漂亮，坎特篮板，奥拉迪波直接稳住。哇，我去，这个球传得太烂。庄神打进。还差五分，我天哪！关键时刻好多失误啊！维斯规规矩矩呼叫挡拆，再呼叫，传球底线三分，没打进。萨博尼斯，谁犯规？进攻三秒。哦，这个时间点吹进攻三秒的话，其实有点问题啊。对方只能犯规吗？这样吹的话，如果在实际比赛中这样吹的话，估计对方的教练、活塞的教练包括球员都会急了。对方只能犯规，没有办法吗？奥森发球，奥拉迪波。一发打进，略晚。今天我感觉打都不好，大家。好，咱们再防。略晚，还好，两发全中，领先七分。紧张起来，胜利是我们。七分三十秒，估计应该是问题不大啊。Yeah, pure desperation right now, Clark. You think there's enough time? 维斯，要投三分，没办法，只能让他投。维斯罚球，维斯罚球命中率在80%以上，所以呢，问题应该不大。咱们试试啊，全明星。略晚，还好，一发进。再来，注意抢篮板啊！不用抢了，我一出手，我觉得有点晚啊。庄神，庄猛德，这应该叫德拉猛德，粤语翻译成庄神。哦，粤语翻译成庄猛德。咱们再来啊，防住最后22秒，他可能还要投三分。防住外围，放内，往里放，往里放，哎，让他这样投就对了。哇，居然打进！天哪！奥拉迪波，练罚球啊。略完打进，还好啊，
再来一球。好的，越早，不早就晚啊。庄神，我庄神的皮肤是真好啊。一分钟的暂停，有点长。看对方布置什么战术啊？估计还是要投三分。Everything has to happen perfectly just to give them a chance. 估计还是要投三分。哇，他不投了。出界，哦，这样玩你就输喽。这个时间点怎么可以犯这种失误呢？他还犯规，还没有放弃啊！十秒钟，六分。维斯命中率80%哦，略晚，但是打进。再来一球，完美出手。好的，这场比赛咱应该是肯定拿下嘛，对不对？直接打三分吗？保护篮板，亚当斯。好，这场比赛应该说是，前三节打得不好，最后一节呢把比分拉开，取得了胜利，还算不错啊，算是我的正常水平，打的其实并不是太好啊。坎特今天发挥的不错，而且呢有两个关键的罚篮全部罚进。好吧，那这个视频呢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谢谢您观看。今后呢我还会更新 NBA 的视频，也希望您呢能够持续关注我的小马视频，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喽，拜拜。